Movie Movie 十一月出发前同大家讲下五大旅游注意事项：一、三人行，误会多多，色迷心窍，好容易越踩越深，荡失路，情陷撒哈拉；二、来历不明嘅巫术游戏，随时搞出人命，你又玩唔玩得起？夺命游戏；三、生存体验一天团，千祈千祈唔好玩迟到，否则就要同鲨鱼独处茫茫大海，沙海廿二小时；四、西伯利亚长途火车，漫漫长路遇人不熟，可能卷入无妄之灾，消失的旅客；五、大自然历险危机突发，大人细路未经专业训练，切勿模仿，潜行深渊。咪话唔提醒你，人在旅途，唔小心就会随时出事了。Movie Movie 十一月出事全记录。